日前，丹麦和瑞典间的厄勒海下出现一种约二十一公分长的食人鱼，不过这种鱼特别喜欢咬人的睾丸，因此被当地人俗称“切蛋鱼”。大家好，我是 Jester。谈到亚马逊雨林，各位会想到什么？学生时期从课本应该知道，亚马逊雨林被称为是地球之肺，也就代表它的雨林面积非常大，而且是世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方之一。 里面有着许许多多罕见，甚至是到现在都还没有被发现的生物，也有着许多凶猛的生物，像是深蓝食人鱼、电鳗等。那谈到地球上恐怖的鱼类，各位会想到什么呢？我想不外乎是鲨鱼、食人鱼、虎鱼等，尤其是电影中鲨鱼给人的形象塑造了它恐怖的地位。 那么，亚马逊雨林中恐怖的鱼类，除了前面所提到食人鱼或电鳗外，还有两种，我认为是男性都一定要觉得更恐怖，而且要退避三舍的鱼类，因为它们专门攻击男性的生殖器官。我想听了是男性应该都会突然感觉下体一阵凉。今天要介绍是两种亚马逊雨林专门攻击生殖器官的怪鱼。感谢 Surfshark 提供研究经费，Surfshark 网络安全的绝佳守护者。 它可以让观众在网络世界更安全的浏览，避免一些隐私的资料被收集。另外，像是 YouTube 或是 Netflix 等串流平台，因为有国家区域的限定，在台湾原本是无法观看的。但偏偏你又很想看这部剧或电影时怎么办？没关系，透过 s u f s h o p 就可以突破区域限制，去观赏各国的电影或影集。而且 s u f s h o p 没有限制使用人数及装置数。 可说是一人注册，全家享用。如果用不习惯，还可以三十天内全额退款。把握机会，赶快点击说明栏和置顶留言的链接下载 SubShop，并输入我的专属折扣码 JustUMA，就能立即享有一点七折的优惠。一次订购两年，还加赠三个月的使用期。回到今天的主题，南美洲的亚马逊地区虽然被人称为地球之肺，但实际上这里可是人类禁区。套用探险家们的一句话是。 在这里有许多生物都想杀死你，而且它们都有能力杀死你。即便它的体型不起眼，但千万别小看任何生物。首先介绍第一种会专机的怪鱼。 你没误会，钻机的意思就是这种鱼喜欢钻入男性生殖器吸血。亚马逊当地人称它为牙签鱼，它的正式名称是卷须寄生鲶。当地人称，就连食人鱼都怕它。它因为体型小，外表看似人畜无害的透明小鱼，但据说它相当喜欢尿液的气味，而且它会钻进人类的生殖器官，用倒钩固定自己，吸食血液，甚至啃食组织。若不幸遭这种鱼寄生，状况严重时被侵入的宿主。 得断根才能保命，所以它又被称为蓝色吸血鬼。听到这边，我相信是男生的朋友一定觉得很不舒服。卷须寄生鲶属于鲶鱼的一种分支，分布于亚马逊河流域，体长最长约五公分而已，属于非常小的鱼类，有着平滑且带有黏液的表皮，身体是半透明状，会寄生在大型鱼类的鳃盖内吸血。它的特殊癖好是喜欢尿液的气味，只要在水中闻到味道，就会从尿道钻入人类下体吸血。 牙签鱼的腮部生长着许多成熟的棘刺，这些棘刺就像是倒钩一样，会牢牢抓在人类的尿道内脆弱的皮肤上，这将使人类感到剧痛无比。想要结束这种痛苦，就只能动手术取出。如果侵入的时间太久， 还可能得切除生殖器官保命，所以当地居民会避免在河水中随意大小便。下水前还会用绷带将生殖器紧紧缠住，防止重要部位被牙签鱼入侵。一九九七年，巴西一名男子尿道遭牙签鱼钻入，泌尿科医生宣称他花了好几个小时替患者动手术，才好不容易将已经死去的鱼丝从病患的阴茎中拉出。这案例也让更多当地男性村民坚信，没有做好十足的安全防护，绝对不能轻易下水。 毕竟谁都不想要命根子陪他钻进去。好的，介绍完第一种钻基鱼后，接下来介绍第二种切蛋鱼。据英国《每日邮报》日前，丹麦和瑞典间的厄勒海峡出现一种约二十一公分长的食人鱼，不过这种鱼特别喜欢咬人的睾丸，因此被当地人俗称切蛋鱼。看它恐怖的牙齿就知道，不是好惹的角色。当地政府已经警告瑞典男性，禁止在此流域进行任何形式的裸泳。 避免遭遇被阉割的惨剧。我想今天介绍的不是钻机就是切蛋，真的对男性来说不是很舒服。切蛋鱼的正式名称为巨腹之鲤，它的原生地区是在亚马逊雨林地区，原本是属于草食性的鱼类，但是自从被引进巴布亚新几内亚后，由于当地的食物来源稀少，它们为了生存就转为肉食性动物。而切蛋鱼这个名称最早是来自于《每日邮报》的一篇报道，文中提到这种鱼类被巴布亚新几内亚当作经济鱼种引进后。 变成了外来种，在异乡泛滥，吃光了所在水域中的小鱼和植物，导致所在水域的原生物种都无法生存。在食物严重匮乏的情况下，发生过几次攻击水中男人下体的事件。据新闻报道，二零一一年，巴布亚新几内亚两名男性渔民在湖中捕鱼的时候，突然被鱼类咬伤睾丸，造成流血过多身亡。随后，当地政府禁止在此河道流域内裸泳。 避免成为鱼类攻击的目标，不仅仅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二零一三年的九月，英国媒体报道，一种类似食人鱼但喜欢咬男性私密部位的切蛋鱼惊现巴黎塞纳河。任职于丹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卡尔表示，切蛋鱼通常对人没有危害，但是一旦被它咬伤，后果将会非常严重。它们是因为感到极度饥饿才会攻击人，而睾丸尺寸恰好能入它们的口，而且是人类不容易防备。 且因为是柔软组织，所以容易攻击，所以才会针对这个部位下手。好的，以上两种亚马逊的怪鱼，针对男性朋友来说非常不友善，但实际上真的有这么恐怖吗？首先是针对牙签鱼，到底会不会钻入人类生殖器官？英国 BBC 曾经刊登一篇文章指出，在过去的数十年内，只有发生过一起有文献的记载案例。 就是前面所提到一九九七年巴西男子的事件。虽然动刀的医师宣称花了好几个小时才将鱼尸从病患的阴茎拉出，但外界对这起案例的真实性持保留态度。生物学家斯巴德曾在一九九九年拜访这位医师，在看过他保存当年手术取出的牙签鱼标本，认为这条鱼的体型太大。 应该不太可能钻入人类的尿道。加上医师宣称，他先剪断了鱼的脊椎骨，才将它拉出，但保存的标本却没有见到任何类似的痕迹。另外，根据加拿大生物力学专家伯特伦的说法，鱼要是想要顺着尿液逆流而上，不止要游得比小便时的尿流流速还快，还得设法克服重力的影响。光是这点就已经是不可能的任务。再者，就算牙签鱼能够逆流而上，它也必须完全待在尿液之中。 光是尿液中的尿素就足够让鱼类退避三舍，所以 BBC 的结论认为，从本质上来看，牙签鱼钻入人类阴茎的传说基本上不可能实现，因为严重违反流体力学的定律。生物学家斯巴德是致力于研究牙签鱼传说的学者，他虽然对1997年这起案例持保留态度，但他也不敢全盘否定这不可能发生。尽管当地人言之凿凿，强调在亚马逊河里小便时。 就能实际感觉到牙签鱼的攻击，但很可能是心理因素作祟。但斯巴德将牙签鱼钻入尿道发生的几率形容为就像被鲨鱼咬的同时又刚好被闪电劈中，基本上就是比中乐透还难。至于切蛋鱼的部分呢，巨腹脂鲤和食人鱼同属于脂鲤科巨脂鲤亚科，在世界上有广泛的饲养，是一种著名的经济鱼类。 同时，也是世界各地著名的外来物种。这种鱼肉质鲜美，营养丰富，而且由于耐低氧、食性杂，非常适合养殖食用，才会大量从亚马逊地区输入到全世界各地。切蛋鱼其实是以植物为主的杂食性动物，与它们恶名昭彰的食人鱼亲戚不同，它们的牙齿并不是锋利的锯齿状，看起来类似于人的臼齿，适合磨碎植物组织。 至于改变实性的部分，根据南卡罗来纳大学生物科学系2014年于《新热带鱼类学》上所发表的论文指出，巨腹之鲤在一九九四年被引进新几内亚塞皮克河之后。 造成当地原生鱼类数量与种类大减，其原因是它被引入后食性改变了，从原本以树木果实为主，改为取食小型鱼类，因此引起当地主管机关与渔民的关切。但是查遍所有已知的研究报告，都没有任何巨腹之理攻击人类的案例。至于前面提到二零一一年的攻击事件呢？消息的源头其实来自于动物星球频道非常有名的节目《河中巨怪》。 那位钓遍世界怪鱼的主持人 Jeremy，在二零一一年宣称他听说巨腹之力会咬人蛋蛋，而且还造成两人死亡。然后当年的英国《每日邮报》也就引述了这段说法，写成了一篇惊悚的新闻。生物学家推论，就算它真的攻击人类的蛋蛋，那也只可能在食物缺乏或者是受到惊吓时才会伤人。然后可能是把人类的睾丸当作坚果了，才会成为切蛋的恶魔。不过。 这也只是有可能的推测，发生的几率同样比中乐透还低。好的，今天介绍的两种专攻下体的鱼。总结下来看，应该是知识水平尚未发达、比较原始部落的族人们以讹传讹，只靠口耳相传下的传说，以及部分媒体未经证实查证而夸大的伪生物学报道。亚马逊当地的向导也说。 没有听说或是真的碰到河里有鱼会去攻击人类下体的事，于是这两种怪鱼应该又是一起网络传说。男性朋友们应该可以松一口气了。我是 Jester，我们下次见。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请打开下方资讯栏链接，一起来投稿吧。